文蛋。这个是没有分，对，哇，按理来说，你现在打出黄的箭都是意外。嗯，那只八环和那两只八环和这只拖把其实都是意外。这个相当于就没了十分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个。肩膀不动，手肘不动，这儿不动。这样的话，防止第一防止空间抽胀，第二个呢，减少踏后空间的摩擦。然后，如果你把肘翻过来，你这个肩膀就很明显。非常的稳了，非常的稳。再来看一下管乐，呀，这咱俩持平是吗？八环是吗？这是，咱俩持平，因为依旧很稳啊。九环，打平的无奈双剑客，看到没有？他俩的剑都是密密麻麻的在黄色那里。等下，顺便拔个相机出去扫一下。109，管老师险胜，噔噔噔噔。What have you done to me?